点仔就会好。但是有一挂物件不是甲你咧讲笑，你若目著一世人就甲你顾。是四好是四好，拢分袂清楚。一步两步三步，愈行愈糊涂。你是看到鬼，暗时骑车找无路，妄心拍带小刀，连个和弦都会弹错。其实家己唔免饲，因为饲过拢已经出代志。迄只小拍鸡啊，即马无咧流血流滴，但是常常看伊跍咧路边流大流鼻。迄个查某囡仔生了水水，头毛长长，伫咧夜店出入，大家拢嘛叫伊女神。哦，我的女神，即马唔敢出门，因为出门就爱准备真侪包大人。伊讲你是兄弟，甲你当作家己，若有好康的拢会摕来互你骗。其实看你好骗，看你一口贱面，若是怪着第一遍。如你千遍也不厌倦。要不要死的心话，要不要死的性命，免互人牵累行。敢不敢？话讲到这，你若无咧听，你若无咧惊，当作我咧五四三。迄个乌鸡嗓其实干那四十外，伊用性命咧讲故事互咱听。二十几年前，伊阁是一个少年兄，等伊醒来，人生已经过一。通回首的往事，伊回头看，只剩一句话，早知影。啊，哪会到今嘛未来啊？啊，不是说好要来接我的？你是不是后悔啊？我若无钱啊，啊，伊拢穿西装穿到遐尼整齐，敢会气嫌我啊？蔡师兄若无来是要安怎？还是要转去吗？我若是转去，妈一定足失望的。阿廖，阿廖，来啦，来啦！好，好，阿廖爹爷。阿廖，阿廖，啊，蔡师兄，你好。你钱安怎啊？袂钱的话，当我穿安尼，你就认袂出来。啊，是是是，对啦。我总是袂当穿到哦，咱厝这西装哦，出来上便当啊，你讲对无？有影有影。歹势啦，啊，拄只哦，我哩素食店内底无用啦。有人叫便当，我替你送过去，所以看我来咧。是嘞嘞，你那加工是嘞啦，我是我麻烦你来给我载嘞哦，我是我较歹势，我爱给你现实嘞才对。没有，没有，来来，紧上车哦，来，这安全帽提起来。好，好，好，多谢你。我来做事业嘛是真骨力哩做工课啊，啊真辛苦哩赚每一仙钱的，啊唔是我想的迄种有钱人哦。不管是好天还是好来。只要有人去订便当哦，伊都爱欺骗大街小巷，把这便当送的人客就来。哈哈，我今嘛真正了解啦，做主者是有心人的参与，不是有钱人的权利。头家娘你好，啊，你要找谁啊？我姓高啦，我是来应征的。我之前我有打电话过来。哦，高先生哦。是。啊，你之前讲你有经验，啊，你有外久有经验啊？哈。我自开始做烹饪到今嘛嘛真长的时间啊啦。啊，伫彰化、伫台北，我拢捌做过烹饪。啊，唔知有这个机会来恁家上班无？
我是有欠碰意师傅啦，唔知影你功夫是何解代？啊，无咱用试看卖啊，试看卖就知讲我这手艺到底有符合着恁的需要无？歹势吼，啊，阮工厂内底就无房间，啊，就麻烦你委屈一下哈。头家娘，你唔通安尼讲啦，啊，有所在让我睏哦，我着足感恩的啊。快上班呢！哎，拜托一下，真正真正啦，我快上班呢，哎。我这认真啊，拜托一下，莫来甲我交流啊！拜托一下，我困一下。我若困无好，去垫着手是袂安怎啊？哈，拜托一下好无？拜托一下，拜托一下。啊！观自在菩萨。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照见五蕴皆空，度一切苦厄，舍利子。啊，大哥，你老张。老张。刘啊，哎，来，给我倒上三斤。哦，好。喂，好，阿哥请客对哦。好。来，好，这里啊。来，阿哥等我一下。好好好。来，来，加油，你啊。啊，这今仔日来处理坏单啦。好。会记予人摕签收哈。好啦，我知啦。上车。各位师兄师姐，我之前看一本册吼，有一段真有意义，我分享给大家听。人们把忏悔流于形式。就以为在佛像前往那一跪、一唱、一念，就以为是忏悔了。咱生活中吼，错误的想法一点嘛拢无改，做唔对代志吼，一错再错，这叫做假忏悔，这就是无甲忏悔真正了解伊的真实意。今有讲哦，才是真忏悔，真正觉悟了后。咱的错误想法，即拄啊开始，一下就当转变正确的想法，这叫真忏悔，这叫做忏悔波罗蜜，究竟圆满，深信因果就是真忏悔。再还有一句，佛前顶礼，罪灭河沙，就是你礼佛前礼拜，生的是一种真忏悔的心，那呢哦。这河沙的罪孽，就会当消毒啊，就会拢无去啊。这段我感觉真有意义，分享给大家听。
阿亮啊，师兄，你来，我是讲你无要来讲，无啦，都进行一个代志去处理啦，所以赶快来啊。哦，安怎？最近工作够有顺利啊？啊，有啊，有顺利。哦，那有啥物问题哦？你哪会甲我讲哦？嗯，好，多谢蔡师兄关心。到底是安怎？面先看起来无啥好啊？我要是问一下，你是够的用阿是？无啦，蔡师兄，我无你用啦，我真正拢改啦。嗯，若不是按照你的精神，看起来这么差。本来就这几天暗时哦，睏较无好啦。暗时睏较无好？嗯。啊，你这时的工作，不是已经足忝嘛？暗时应该足好睏才对啊。你刚才打工是啥物原因啊？啊，工厂遐无好睏啊，还有蚊啊啦、蟑螂啦，鸟鼠屎皆走啊。啊，你是睏伫工厂什么所在啊？啊，不是讲因互你一个房间啊？无啦，无要紧啦，哎呀，你我这无啥啦，这发佣金来这拢无啥啦，哎，若甲我差精神哦，无多睏我就去读心经啦，啊，心经咱读读者，我心内就平静啦，无来遮，好，蔡师兄你放心啦。啊，无论安怎，我无可能再去行迄种回头路啊！我即马徛迄只独牌哦，是我进前食毒的时阵徛的啊。迄只独牌是我弄歹的，啊，不过我妈阁开始甲修理好啊。所以即马，我若逐工去徛迄只独牌，我就提醒我家己，我无论安怎，我绝对免阁我妈失望，我嘛免阁安尼伤害我家己啊！哦，真好啦。来坚持落去呢，哈！莫在。哎，不过虽然讲只是暂时在咧工厂内底，也不过你家己嘛咧想办法哦，这环境啊改善一下。若无你睏眠不足，啊精神无好啊，啊精神无好，工课就做无好嘛。那呢哦，你要来做组织，啊做袂好啊，你讲对吧？哦对，对，我知啦。好啦。我咱就做来想办法，看安怎做哦，来改善这问题，哈。好啦，买着个，就到达想啦，哈。多谢蔡师兄。处理一下哦。哦，涛哥你好。什么代志啊？有什么代志，你直接讲无要紧啊。涛哥你是安尼啦，即暗时你睏的时阵，蚊虫啊真多，你是不是用帮我买一个蚊打者？搞我惊一跳，我是讲你无爱做啊咧。哦，不是啦，啊都即个日啊，我拢较无熟，啊唔知要去倒买蚊打的，所以才开出来讲者。没忙打这小块代志，我拄好要出来办代志啊！等下回来，我就替你买单。唐哥，你多谢你。是讲你迄忙打买啊怎挂？你即马困的迄顶眠床无好挂呢？嗯，我会家己去做一个会用挂忙打的。啊，不过我未上班的时阵做，我下班的时阵我再做。好啦好啦，阿玲我来哦。唐哥，你多谢你。阿良，再见。啊，再见。哦，啊，不是讲好明仔下晡，啊，你雄雄甲我提早几号点钟，我哪会知影会赴啊未赴啦？嗯，我还有其他的会要出啦。我敢若会当甲你讲尽量，无法度甲你保证一定会做好。好啦好啦好啦，哪有人安尼啦？讲要提早时间就要提早时间，真正有影。老弟啊，嗯，啊无，永远我来做啦。
啊，明仔早起我想应该会用提早提客户啦。啊，你唔是下班以后拢要去厝子遐参加活动？我回来会用阁做啊。安尼刚好，你回来拢几点啊？无要紧啊，唔是讲常常安尼啊。啊，搁再讲啊，我若去读经回来哦，我拢感觉精神继续好个。好啦好啦，阿无辛苦你啊。袂啦，我咧无用。好的，情况没啦，情况咧。哎呀，啊迄阿良的加班费吼，哎，几好伊啊，吼。我知。OK， 陶经理，啊，好在啊，我用嘛，我会等去上课，啊，你拜唔好就等来，拜伊上班。好。嗯。好，阿伯来。感谢加班了哦。放心吧，来啦哈，再见。再见。现在少年呢，真正出过来。是啊。来伫哦，困伫个工厂内，敢若就亏待人个吼。啊，毋知影是谁，一开始就嫌人少年家啊袂食苦，做无两工就无爱做啊，啊才甲安排伫个工厂内底。啊，无你讲啊，啊过来要安排较好嘛。我讲就我讲，啊无咱就。安怎？阿玲，你等啊！系啊，阿玲啊，你过来一下。哦。来，好哩。哦。送回去这个地址哦。唔是啦，啊，就即阵啊吼，足歹势，互你伫困伫咧遮。哦，这通常是无啥啦，不要紧啦。遐哦，是我去替你找房间啦。等下你甲物件看看咧，看我用火车载你过去，哈。大哥娘，多谢你咧。免咱你客气啦，啊，你做事遮尔认真，早就应该找一个所在你住啊。啊，就最近较无闲吼。车一直拖到即马啦，陶经理，真正感谢你啊！哎呀，三百咯，去无用，去无用，啊！在以前那种放荡又任性的日子的时候，我常受到左右邻居那种鄙视的眼神。我也常听到别人在我背后讲：“不好做 ，Q 嘎，不老硬了。”这种话我常听到。所以后来我出门的时候，我都是躲躲藏藏，我不想引人注目。但现在不一样，现在我每天最期待的就是骑车到台中分会的这45分钟的时间。少年嘞，啊，你做多济哦？是啊。
哦，啊，看你也无几岁，你对人咧做主席哦，哦，无简单哦。哦，无啦，反正我拢跟你学习啦，感恩感恩，好，加油哦。好，加油。原来穿上慈济的志工服就可以得到这么多人的认同，这么多人的肯定，这种感受是我32岁以前从来没有感受过的。原来我的人生啊，也可以过得这么的抬头挺胸。猫蛋，啊，你来钱款才回来了啊？我落去阿姨呀。你听阿姨要做啥？妈，我都之前你食多时阵啊，我拢四季共借钱啊，啊，即摆有趁钱啊，我都提钱去还阿姨。是安尼哦。是，啊，阿姨人足好诶，伊甲红包收起来，甲钱退还我呢。你起码知影，大家拢足疼你啊吼。是啊。那阿姨佫讲啦，伊讲看我即摆安尼认真咧做工课，改口自新，是会足替我欢喜的。阿姨佫讲啊，爱我好好做人，对伊来讲，这就是上好的回报啊。嗯。想着我以前遐尼袂晓想啊，做遐尼侪轰动的代志，伤害遐尼侪人，我现在真无应该。知影唔对就好啊。你现在有一个新的开始，你要好好坚持。哎，我一定会。家己讲过的话，你一定要家己会记的。我会做给你看。嗯。阿良啊。你的姻缘真好哦，上人哦，这几天会伫咧台中，咱有机会哦，会当见到上人。不过上人。我伫家家复兴的时阵啊，我都发愿要做主祭的志工。今晚要向上神发愿，我一定要受尽来做慈臣。我想要接引更加侪的更生人来加入主祭。都叫真有勇气，你讲的话哦，大家拢听了足专心的。无啦，啊，都只安尼哦，啊，大家目睭拢得甲只大蕊安尼咧聊我静静看。哎呀，我廖尊讲我讲了唔对什么话，啊，上林在甲我讲遐个话啦。啊，上林哦是甲你讲啥？因为都只我徛了足后边的，听不啥清楚啦。哦，上林讲哦，我若要度人。千万唔通往度走啦！拄则我伫内底讲煞，因的反应嘛拢甲你同款伫笑呢。我这个想法是毋是太天真啦？阿亮，你敢真正有决心要度人啊？有啊，我当然冇决心。那你都莫管待别人是安怎想的啊？这一关哦。我家己嘛亲身体会过啦，伫在做教，不管别人讲啥、做啥，拢袂予别人影响着才会用的啊。一旦若是丢毒，意志无坚定的时阵，你都要想着，上人予你的提醒啊，意志哦都要坚定，
千万哦，你都要照料你家己的心念，拒绝哦外口的引诱，安尼哦，你才有法度度人，才袂让人妒忌啊。蔡师兄，我刚你讲的话真正足有道理的呢。真不要，我永远记得我头壳底啦。感谢你，你哦绝对无问题啦，放较轻松嘞啊。啊，少主要多谢你。好，来，请请请。好。妈的！哎，阿你，我到尾哪会用看得转来啦？啊，都已经会欢喜啊，我蛮担心啦。啊，我都跟你讲过啊，这台我到尾都足久啊，袂用车上远的路会失火又歹事。哎呀，我紧啦，我紧啦。妈的，好啰嗦，今日刚起来，我到尾出去，啊，若感冒要安怎？悲啦，我少年家，我哪有可能让你感冒呢？身体这么好啊！没得没得，顶用。啊，你看站得多，我咧。来来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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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明天暗哦，得要出一只暗，啊，我较早来做诶。我还是透早都爱起来啦，我要落去台中做组织活动。啊？啊！你今晚才回来尔，啊，明仔透早要搁出去，敢袂伤忝？袂啦，哪会伤忝啊？妈，我是少年家咧，我哪会发忝对不？不是啦，啊，一撮路遐远，啊，桥都要一两点钟。啊！你常常安尼走来走去，伤危险啦！袂啦，袂啦，真正袂危险。嗯，放心，吼，放心啦。哎呦！妈，这台奥托拜啊，伫我以前过迄种轰动的日子的时阵啊，伊都陪伴我。那我即摆咧做主持，伊嘛咧陪伴我，也咧互我方便哦，不要躲过这日子啊，我感觉真有意义啊。啊，你看。我今晚你精神过了真好，身体嘛过了真好啊！我会照顾你的啦，别烦恼。好啦好啦，你来设计就好啦。嗯，放心啦，啊，放心放心放心。舒雅，陈师姐，哎呦，我讲我开车给你载你来，你看。你物件很多着，你也无顺路啊！我就是惊上车落车的时阵人有较侪，不要紧啦。那就这样，你客气啦。来来来，姐我帮你提哈。谢谢。陈师姐，你讲今仔日要去一位更生人哦、喔？对啊，是蔡师兄叫应的啦，一个拄出来的更生人。伊吼，打家己咱做者，啊，毋过读经啊，啊，搁学物件，拢足认真诶呢。蔡师兄讲哦，伊会栽培诶啦。啊，咱月刊嘛有考虑讲要做一届伊专访。啊，对啦，今仔拄好，加翕一挂伊诶相。苏雅师姐，啊，今日器材准备了遮济，是要来翕外星？陈师姐讲，今仔日要翕一位醒来更生人。我拄只是甲你滚生笑的啦，你翕我哦，照你翕了神啊，对我。所以今日主角哦，唔是我啦，今日真正男主角伫遮，就是高兆良师兄。阿良啊，这位是谢淑雅师姐。哦，
谢淑雅师姐，你好，我叫高兆良，请多多指教。无成吼，啊，都真正无成啊！啊，这安怎看哦，拢无参照是哦，才坐甲互人关出来少年人对吧？啊，你看，佫生甲这么烟斗，这么漂白，哪会去吃毒啊？其实我嘛是同款啦，不管以前安怎哦，只要有心要改过，所有人哦，要看起来，都嘛是法相庄严。这根生人哦，那有心要改过哦，真的是足难得个代志啦。咱就给伊鼓励啊！这期月刊哦，嘛要报道伊哦，龙珠回头的故事呢，都要加麻烦苏雅师姐哦。我想哦，这种的故事哦，总是会当给人正面的力量，对吧？阿亮，时间差不多啊，对吧？来，哦，好，来，各位师兄、师姐，大家好。师姐好。今天哦，感恩大家来参加。那今天咧，要请蔡天胜师兄甲咱分享，嘛要甲咱介绍一位咱的新朋友、新伙伴，咱欢迎蔡天胜师兄。各位师兄师姐，大家好，我是天胜。有讲我自细汉哦，就是品学兼优，人巧读较好，佮聪明的故事哦，我已经讲过几落摆啊。你到后来，我吃毒、卖毒，被人抓、被人关，这些代志哦，我相信只要我起一个头，大家拢已经知影尾啊，对吧？后来我这个机缘接触主者，加入主者，替主者这些更生人到今嘛，我已经有过了十岁啊。这些更生人内底，咱叫伊同学啦，哈。有的同学是认为讲，我有改过就好啊，真正无需要参像我天性同款哦，安尼把家己的故事哦讲给人知，安尼给人探听啦，因讲会较歹势。也毋过我是认为讲哦，这分享哦是最重要的。分享了后，嘛希望大家会当加互伊鼓励，安尼好吧？今天我要介绍几位哦。是高兆良师兄，我相信前一阵哦，大家应该哦，也已经注意到伊啊。而且哦，学习哦非常认真，总是伫边安尼点点啊学，足认真哦，足上进一个少年人。我今日请伊哦，起来遮，甲大家分享伊的故事。来，咱大家来欢迎高兆良师兄。师兄师姐好，好，我是高兆良，我是中华应征来的啦，我无品学兼优啦，我头壳嘛无好，无头什么猪，我是高中毕业，我的故事是安尼，我伫差不多高中二年开始，我就。你接受到毒品啦，哦，啊，就安非他命，食个海洛因，啊，就安尼用用用吼，头壳拢真袂晓想，厝里人对我是真失望、真伤心，啊，伫家家安尼吼，出出入入足侪摆，啊，不过我即摆哦，我是真坚定，我无论安怎，我一定要改起来。我袂用过阮厝诶人内底失望啊！我伫家家内底时阵啊，我都知影蔡天胜师兄诶故事哦，我都主动写批互蔡师兄，我要甲伊学习。啊，伊诶故事哦，真正互我足感动诶啊！我迄个时阵我就决定，
我们两个蔡师兄哦，学习啦。我要读蔡师兄，有读鬼子；我要做蔡师兄，有做鬼子工。哦，我要熟悉蔡师兄，有熟悉所有这优秀的师兄师姐。哦，啊，所以我今日我徛伫遮，我希望各位师兄师姐，你也能接受我，也能加鼓励。感谢大家。这是谁？这是那天回乡人生故事的师兄，我要寄相片给月刊那边哦。是哦，伊为什么特别的？伊是根生人啦。啊，伊做了什么？敢那是吃毒品。哈？每一个人拢有过去，伊已经改啊。哦。陶经理，我下班了。陶经理，哎，你不是要做组织？安那未下班？啊，好啦，就这今日免去，今日免去。是安尼啦，咱工厂内底有什么工课无？我用老路来加班的。好啊，最近订单较侪哦，你若用个老来加班是上好的啊。啊，无恁头家暗时哦，拢做到哀哀叫。安尼吼，做下头给你，阿伯我就走了，哈。哎，阿良，嗯，你是不是欠钱啊？无啦，我钱有够用啦，我无啥开销啊。只是哦，我想讲我要来欠钱买一台车啦。安尼我若开车转来，我妈较袂烦恼啦。阿舅啦，一寡组织活动啦，你较远的所在时阵哦，我咧开车较方便啦。真好，吼，我迄个后生哦，规天就干那甲因村因姊了我生气。你妈妈有你这款哦，又好又搁会做好事的后生，真是有福气。哦，妹啊，我妹啊也好。啊，头家娘，我来无用。陈师姐，你找我什么代志哦？我吼就想讲要邀请你来参加阮人文真善美志工。好啊。哦，你真正真有心的呢。我本来哦，我想讲你会问我讲人文真善美志工是咧做啥物的，啊，你要等伊小考虑一下，才要来甲我回答。啊，那安尼我即马问会用哩无？当然嘛，会用的啊。我跟你讲啦吼，阮人文真善美志工哦，就是伫有活动的时阵，爱负责录影、翕相，啊，甲写文稿啦。哦，哦，安尼哦。你无兴趣哦？哦，我当然冇兴趣，只要会当互我进入份力量哦，我拢有兴趣。安尼上好啦，等下吼，就来甲阮做伙讨论安养院采访的内容吼。采访哦。蔡天生师兄有讲啊，讲你写给伊的批吼，都安尼文情并茂呢，他对你很有信心哦。啊，阁有啊，即几天你写迄个读书心得报告，马上写就好个啊。师姐，其实我敢若高中毕业呢。你哪有关系啦？迄毋是问题啦。我是讲哦，咱毋知影就问，啊未晓就学，无人是一出世就啥物货拢知影呀，哦。我嘛是安尼行过来的啦。嗯，安尼我了解。啊，陈师姐，拍摄好，我时间差不多，我来读经。安尼我等你哦。好，感恩师姐哈。加油！
谢师姐。谢师姐。拍摄拍摄是你啦，给你惊一下。拍摄。不要紧啦。我看你面色无啥好哩，你是人无爽快哦。无啦。请问你有什么代志？陈师姐讲看无你的人啦，爱我出来找看麦，我看到你行来遮。我等下就入去，过五分钟。哦，好，好，无早讲者啊，伊只是关心你，伊无别的意思，哦，你只只好好休困者，歹势啦，拄只安尼甲你惊一下哦，谢就是。我出来偷一下开。哦，对啦，内底人较侪啊，较翕啦。其实是我的问题，我伫个人侪所在袂惯习，我会感觉有压力。哦，无紧啦，你就伫遮好好休困啊。陈师姐若讲有啥物代志要找你哦，我会来叫你。好、哦。多谢你。别了，免客气，免客气。喂，小师姐，你不等啊？你可能整理采访记录啊？是啊，这种的正式记录啊，我都唔捌做过，所以我唔知要安下手的。记录一定要有一个重点，一定要有人事实地物。人事实地物。人事时间，时间的时，时间的时，地点地，地物物品事物，人事时地物啊，朱小师姐，多谢你咧，你免客气啊，你若是有问题，你会当问我。哦，感谢你，感谢你。我建议你会当拍伫个电脑内底。安尼，你想到啥物，随时会当加入去。但想要修改，嘛会较方便。你讲有理咧。这招有通哦。徐老师，多谢你。你自己免鞠躬啦。免鞠躬，拍死拍死。Good night. Good night.阿亮，嘿，你这环境阁袂歹啊，边仔有学校，有公园，该有诶拢有啊。了解你啊。迄台古网古吼，啊，毋过阁真好用诶。等下你牵一条线，就会用来上网啊。姐，我真足感谢你诶。虽然你进前家己做诶键盘练习。我唔过，迄个完全无同诶。是啊，我知啦，这。所以哦，我毋再甲你求救。已经几啊天啊呢？我写迄个文章啊，到即马拢未完成，拢未交出去啊。啊，你即马做设计做啊，遮认真啊？一定爱认真啊，无认真哪会用？竟然住学生宿舍？什么意思啊？我诶意思是讲。
这边有学校，这栋应该是拢做学生住的。哦。好，我记得我较早做学生住宿的时阵。感觉敢若你在二十年浪费的时间，无发生共款。假使你若莫食毒，你遮尔巧，一定会当读到大学毕业。少年爱顶风神，惊人笑无打，当当响响，想空想怕，人看着惊，无知会戆打，爱顶青影白擦过讲袂煞，当当响响，满天过海，鬼牵着惊。来拍